在现代社会中，从个人到企业，处处充满着行销的身影。行销对我们而言，就像是呼吸一样的自然。因此，对于处在无处不行销的社会中，如何善用行销知识与技能，让自己能够在谋职、升迁与创业、销售商品和服务之间，找到最有利的竞争地位呢？坚强的师资阵容会在行销学原理课程中带领我们洞悉现代行销管理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满足你的需要。是把客人带到专柜来这边去做购买，那你今天专柜的一个服务态度跟他的一个专业知识，他相对的都会影响到客人购买的欲望。尤其客人在靠柜的前30秒钟，他基本上应该都已经决定他要不要购买这个品牌的一个结果了。所以在那个30秒之内，其实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投注在专柜人员销售的身上去。之前你还不记得百货公司这边感觉好像他的专柜小姐都是一个花瓶，其实现在在服务业来讲，尤其是化妆品，他已经不是一个花瓶的角色了。在整个的电子商务里面的发展中呢，尤其是物流占了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电子商务本身它是一个虚拟的东西，它并没有任何的实体可以支撑它。如果没有实体的物流活动，其实电子商务本身是一个空的。那唯有呢，我们举凡物流里面所有需要都做到的活动，取货、出货、贴标、库存管理，还有客人的反馈，还有送货时间是不是准时的到达等等的一些物流的活动，电子商务本身如果没有很充分的、很完整的物流活动去支撑，那就不称为电子商务了。那插卡的这个部分呢，一般的做法呢，大部分是用纸或者是用塑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纸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会用200到300磅的纸来做这样子特殊的一个插卡，或者是塑胶的话，我们会采用赛璐璐片的这个方式去进行。那以这样子插卡的这种广告的一个方式呢，这个部分呢，针对品牌商而言呢，这个部分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